今年是最大的一次水啊，现在古镇已经水了，黄龙古镇已经水了啊。 我都不敢出去。 你们都是成都的雨下的大中大水，你看哈我们新民的水好大嘞！这是我们往前跳跳广场的广场舞吧，看哈儿啊，全部都安完了，你看不？哪去上面安完了？ 金江，哎呀，我从年包下。我现在才注意到这把了，栽屁股。哦，爷爷们看嘛，家庭上干脆。 这样子咯，脚板儿都洗了，好大的水，好大的水。 我自己问的，这是在抓子捞钱呀！我不想回家了，娘。那我们就回去了。
看嘛，这就是他的桥，前锋桥这里，他的桥，前锋桥这里，你看嘛。我叫开车子过来看，你晓得没？看，已经都安这里了，已经这个水都堵满了，看嘛。啊，这样子吃饭不得说热了吗？啊，耍水的嘛。快来搞水，好多人，我这些人。我们逍遥区的流浪猫都已经在游泳了哈，已经在游泳了，看到没有？收窄了，我头在遭安了，你看嘛，啥子在遭安了？看嘛，啥子都安腹肌了，摊子通了，全部安腹肌了。哎呦，回都回去不到了，好恼火呀！我都。都上车啊，上这个人行道了，你看公安压车和沿海大车。北京大道恒大首府啊，哦，安逸了，恒大首府，好、哦、安惨了。睡得起这儿。万仙的清明节是在黑人的黑。哎呀，我在后边在给金阳爸爸的，我在内部的。